뭔가 희망이 이러고 있는데 약간 네. 막 뭐 슬프기도 하고 약간 네, 되게 묘했어요. 透过艺术展分享以大 S 为主题的创作，国民姐夫具俊晔笑说对方就是自己的创作缪斯，爱意满满。只是近来大 S 前夫汪小菲却是不断放话说具俊晔人已经落跑了，那个光头根本不在台北住，他跑跑了，我不会放下他。조금기분이안좋았고요그리고그사람그러니까여러분들이그사람말을안믿어줬으면좋겠어요그러니까더거짓말을너무많이하니까안믿어줘야그사람이잘못된것도알고거짓말을더이상못하게해야된다는생각을해요否认传言，坦言很心疼老婆，因为这回已经影响到大 S 的情绪，更是要说不排斥用画作来反讽汪小菲。저는항상그것때문에많이잘보살펴주고있다고생각해요그래서한국갈때도좀걱정스러워서뭐이틀을넘기지않은것같아요항상이틀이있다가다시오고이틀이다시오아뽀뽀는매일하죠매일매일具俊晔说彼此压力大时会一起追剧看搞笑影片等来舒压，也透露大 S 月初过生日时礼物就是对方剧中看到的一条珍珠项链선물줬죠한한달전부터생각하고있다가희원이가그한국드라마보면서어떤여배우가진주목걸이한게提到大 S 近况，具俊晔则说对方身体还不错，只是精神压力比较大。而来源直言大家应该都知道，似乎就在暗指汪小菲，彼此间的心结看来仍是难解。TVB 的新闻上面郑宏婷台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 的新闻网 APP。